最近我也是有看到说那个我们交通论坛里面就讲过说哈，说那个高雄捷运有意要说延到说东港这边，可是东港情况之下，你是捷运的相关的那个预算投入会死人啊，那很贵，那个真的是很贵很贵的，到时的话，屏东要出资的话，大家都会怀疑说哇，成本这么高哎。很莫名其妙啊，就是这个交通反应就迟钝了，昏了啦，人家有车往我常常外走，那个跑那个脚步就要注意状况不对啊，多少看一下吧，有问题哦。